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你有梦想吗？你的梦想会难实现吗？如果不难的话，今天你终于有机会让我来帮你完成梦想了。只要你的梦想是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，今天你就可以报名我的新节目《圆梦计划》，帮观众完成梦想。想报名的朋友们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你在描述栏里找到表格连接，然后填写里面所需要的资料，我就会开始筛选我能完成的梦想。被我录取的观众们，我就会联络你们啦，然后再安排一天帮你们完成你的梦想。当然，这就代表你必须要上镜头，也就是说你会出现在我的频道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些观众还不太明白，所以我跟轮子哥拍了第一集的圆梦计划给大家参考一下。现在就让大家看看圆梦计划第一集吧， Let's go。 这个就是我们轮子哥圆梦计划的第一集嘉宾。轮子哥，你有梦想吗？没有梦想哎。你没有梦想，那你跟仙医有什么差别？做人是不能没有梦想。那我想到了。你想到梦想了？对。 OK，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要吃一个炸鸡。炸鸡？那么简单的梦想？炸鸡不是很普通的炸鸡啊，而且这个炸鸡很特别。怎样个特别法？这个炸鸡里面会有一个气色。哦，就说你要吃的炸鸡是要有切手炸鸡。对，没错。哇，这就有点困难了哦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既然你是我第一集的嘉宾，我怎样都要帮你完成梦想。虽然这个梦想不是很困难，不过我也会竭尽所能去完成轮子哥的梦想。你在这边等等我，给我一个30分钟的时间，我去帮你找到一个有切手炸鸡，好不好？嗯 ，OK， 我现在就去找切手炸鸡了 ，Let's go。终于找到轮子哥要吃的炸鸡了，而且要有切手炸鸡，就这个11.9块的切手炸鸡，我们现在就来买一份给轮子哥吃。啊，欢迎你成功。我已经买好我炸鸡了，现在就带给轮子哥吧。轮子哥，我已经照你的吩咐去买到一个切手炸鸡，希望今天这个切手炸鸡是符合你梦想中的那个切手炸鸡。来，你可以试试看看。那我开始了。哦，哇，会烧啊！太烧了哈！哇，哇，很长哦，确实。我不错哎，真的实现我的梦想啊！真的吗？真的有完成你的梦想啊？我就是要这样子，这样美味啊，鸡肉再加起司炸鸡。Yes， 所以今天我算是帮你完成梦想了，对吗？感谢你帮我呈现。好吃吗？这对这个。切手炸鸡的评语是讲了，你再吃多几口，再给这个切手炸鸡一个评语。鸡肉是蛮厚的，你看。我给的很厚啊，炸鸡。而且切手是蛮很满满的，很满那一种啊。满分10分，你会给这个切手炸鸡多少分？10分。哇，10分。所以原本我本来要给9分啊，给多1分是因为你实现我的梦想了。也是啊，今天很顺利的圆梦计划第一集，轮子哥。的梦想，对啊，这个可能不是轮子哥真正的梦想，不过我们也算是做一个 sample 给观众看。如果观众有兴趣想完成你的梦想，可以找他，也可以找我，也在描述栏那个找到那个报名表格，就可以参与这个圆梦计划了。不管你的梦想是大的梦想还是小的梦想，只要我觉得是我能力所及，我就会竭尽所能帮你完成你的梦想。所以今天梦想算是完成了，我们谢谢轮子哥。这个就是圆梦计划第一集，具体的拍摄差不多也类似这样。如果你不介意出现在我的频道的话，也不介意让我来帮你完成你的梦想，那你就别再等了，赶快报名，让我来完成你的梦想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